让我们在青春中有一个相当美好的回忆。来自全球各地的女子组成了一个温暖集章而又充实的时光，并又将以温州大学作为新的起点，向未来迈出更坚实的一步。为此，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这里为我院2021年春季语言生举行结业典礼。下面我宣布温州大学2021年春季语言生结业典礼现在开始。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今天出席毕业典礼的领导有院长叶苗老师，党委书记林爱菊老师，副院长熊勇老师，副院长吴周老师，方书记，
那么温州大学是成为你们在温州的一个家，史蒂尔的家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当初是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联系的啊。你始终可以把温州和温州大学联系在一起，我相信你也是以后的话经常会回忆起，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桥梁，是你自己的你们的家乡的人民和我们中国的人一个沟通的桥梁，一个纽带，好吗？这是我所懂吗？ You are the bridge between your country and China, between your hometown and Wenzhou, and between your people and Chinese people, 是不是？好，那下面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你们毕业了。我欢迎你们今后能够经常来这里看看，不一定说温州，可能是来中国，再回到中国来，其他城市也可以来看。好，谢谢。谢谢任苗院长，院长对大家顺利完成语言学习表示了祝贺，并给大家提出了一切期望和要求。院长的语重心长，请好，希望同学们牢记在心，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实时鞭策自己，更有前进。然后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班主任钱江潮老师来讲话。钱老师辛苦了。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作为班主任在临别的时候给大家发言。那其实我是从去年开始作为原班的班主任，一共有大概50多位学生吧。那在第一学期的时候，有些同学没有继续在我们原班学习。那今天来的这个一共是大概10多位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哪个班？一班，对，一班大概今天基本上都到，非常开心看到你们今天能够来自这里参加这个毕业典礼。You understand? I'm really, really happy to have you here. Yeah. 没听过。在座的同学们呢，除了上课之外呢，也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之前大家一起去的狮之岛，江心颖他人，在座各位都去了对吧？包括云安的，从那各种各样的活动呢，我能感知到你们的年轻活力和你们身上的各种的可能性。outside OK， 我也知道呢，现在在线上呢有几个同学，他们是来自俄罗斯的兰东宁和科特迪瓦的沃登，他们即便我们从来都没有素未蒙面，但是他们非常的努力，即便家里断电也会要坚持完成考试。你们的努力让我十分的感动。同样的，我觉得我有一些遗憾。I think everyone, all you here have your own story, but I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chat with you about your story, about your career choice and career future. As a disciplinarian and your class teacher, sometimes I'm quite busy with my work. I don't have that time to share my ideas with all of you.Some of you came to my office to talk about your life, your future, but some of you, we haven't even chatted. Yeah. So it's kind of easy for me to have your class teacher. And before you leave or you continue to study in our university, I'd like to share several things or my expectations for all of you. I think I may, all of you came.Think again before you take actions. Everything you take has repercussions and be more responsible for yourself. For example, you should be more punctual at any event.
Secondly, make you know more about this university, about China. 我觉得你们需要更好的提高你们的汉语水平和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各种各样的这个温州的一些习俗等等。最后呢，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 may you think freely and pay patiently those who think differently, because every time I found that you have different ideas, sometimes you still have some issues to talk with the staff in universities. You should think from their perspective. 最后呢，希望在座的各位呢越来越好，谢谢。先生们下午好，我是瑞蒙，我是汉语上来自湖南的，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毕业典礼，也很高兴今天能与你们分享我们在温州大学学习的经历。首先我想表达我们的专机激情表和及指导我们的老师，从一般那个时候我们的汉语很差，说你好也说不清楚，中国文化也不怎么流行都通过一般现在我们的听说读写能力都有了很提高了，我们真的很感激你为我们做出的新鲜和努力我们希望我们没有让你们失望温州大学温州大学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随着我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所有烦恼都烟消云散了。这里的人很友好、热心，也很乐于助人，所以我们没有一家求足的感觉。这边不是说没有一些不适合、一些挑战，但仍是这些条件是我们今天更想的更自信。温州大学这样的国际大学，不仅提高了我们的汉语水平和文化水平，而学生提供了一个交流分享，他认为他而世界，从而去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正在在今年的庆祝我们三游的游园和中国文化活动，非常丰富将成为我们持续和两会的记忆的一部分，比如参加及活动、中国书法、汉语演讲比赛、音乐舞蹈比赛、做中餐，例如报交子等等。因此，我们知道不只是中国智囊、中文智囊，而是一整套、持续和
和尽量帮助我们加帮助我们加油这个世界。最后祝贺大家，并祝大家好运，享受剩下的一天。谢谢。Yeah.